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近日呢，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一名女播报员，25岁的罗克珊娜，她在播报天气的时候呢，想要表示今天的天气风和日丽，适合户外运动。说着说着，她就一边跳一边蹦，这个结果意外的漏奶，春光乍泄。罗克珊娜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，她又继续跳了几分钟，然后才若无其事的重新整理了衬衣。滑稽的是，此时摄像机恰巧转向了他的同事，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。其中一个男同事却将两手放在眼睛上，卷成望远镜的样子。报道称，罗克珊娜在镜头前表现得活泼开朗、泰然自若，让人不禁怀疑这出闹剧是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一个噱头而已。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呢，我还特意到网上去搜了一下，看来这个罗克珊娜呢，她不仅喜欢在播报天气的时候来抖动自己的这个巨乳，包括她在参与一些健身节目的时候也是完全不吝啬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视频。好了，不管是不是故意安排的炒作的噱头，我相信罗克珊娜这一招呢，绝对不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，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人。